们两个去就行了。饭还吃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吧？我就是那就吃饭了。我给你带礼物。不需要。劝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什么？你们还一起吃个晚餐？你要干什么？叫我干嘛？那个请他的是，我也不知道哪请他的。而且我本来约的是他哥。哦。没了。我解释完了，你不是有事请教我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对，那个情敌还在他家呢。哦，对，进去吧。我可不能着了他的道。呀，徐姐，你又回来了？咋的？对呀、啊，你也太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吧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爱咋咋咋。你不也是？我可跟你不一样。我可是他女朋友。你在搞笑吗？追他的人哪个不是这么说？操！看来他真的是追求者居多啊。你说。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样吧，待会我们假装受伤，看他先关心谁。真是幼稚。学长，刚刚我经过学姐的时候，她用脚绊倒我了。你假装受伤关我啥事？我可什么都没干。学姐，我又没有怪你，你急什么？我哪里急啊？而且她还说她是你女朋友。她说的没错。就是嘛，我就说什么什么。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他说他是你女朋友。不知道，我没听错。你看，我就说了吧，一定是你们合起来会骗我的吧？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！没有啊，我们在一起很久。很久？不可能，我根本就没有在学长身边见过你。因为我们是网恋啊。什么网恋？他不会想不开吧？这没事，他心大。哦。不过你终于肯承认了，这么说你原谅我了？ No， 几个意思？我只是不想让他缠着我。去啊！我还不了解你。那我今晚可以带你过夜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姑娘管你像什么样子？滚！真是个直男。要死嘞 ！Later， 不让我留，我非要留。怎么又来了？这么晚？我家钥匙丢了，房东特别忙，我回不去家了，你顺便送给我吧。确定？那你闺蜜呢？她也特别忙。哎呀，你就收留我一晚吧。哎，不是看怎么在这。你在湖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无想象，情夫捏造，无涯。你怎么在这？跟我说清楚。学长，哥哥来。学姐，你别凶学长，关你事。哎，是你太激动了，好吧？我在这怎么了？我来这里的次数比你多得多了，挑衅是吧？不要脸！好了，别闹了。什么叫别闹了？你是不是想打架？我只是想让你先冷静一下。What？ 你们做错事不是你吗？这不是他的错。学姐，你太冲动了。你去哪？要你滚！回家。What？ 你不是回不去家了吗？我睡大街。他竟然还不来追回我？难道我的防备识破了？不可能呀，这。哈哈，你输了。真是搞笑，就凭你。我会输。就这。